中秋节要到了，今天我准备给大家画一个小月亮，送给有运气的人，看谁能收到哈。我现在就要开始上色了，不要紧张。确实得用那个铲子，因为它不是水的那种，它像是那种有沙的。打开我的手机。身后披着地皮满天马麦，擦着高跟阿门麦的帮着美门道，嘎贝麦蹦嘎着在海上，我的身体离开我本地，我留在你的爱，太阳的光把我沉迷诉苦怎样，小丽啊，怎么啦？如果你还不能看来着我，把心给深海怪，不能我特别的口从你开通看不出能去眼有真美白，你选择穿越的破碎高给便宜黑的背的破，我三波他旁边也比较有一点三波怎么样？好。所以再搞一个最大的圆圈，轰炸区。现在我的月亮已经画完了，请大家不要笑话我。这就是天空，这就是月亮，然后这是山啊，小山小山小山，然后这是轰炸过的那个圆圈，这里这里这里，然后这个粉呢，因为我就觉得说太白了的话感觉就是有点没有那种心情变化，所以就加了个小粉色的，就是让它感觉看起来就是像炒面一样，中秋节的时候吃炒面也可以长寿哦，就是如果谁是那个中秋节生日的时候可以吃个炒面也能长寿哦。然后这个小点点就是星星，本来我就想要搞个黄的，但是我当时买的时候没有特别重视那个颜色的那个概念，所以就没有选了黄，我就觉得粉色还挺好看的。希望各位会喜欢，也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哦，记得吃月饼哦。